我收到一封信，人间驱魔司发来的，信上正召集青年才俊重返长安，我想是为4年后天魔现世所准备。你爹名唤孔宣，与我亲兄一般，是药精宫之主。他死后，亲兄将你抱回药精宫，今日长大了，该回去了。你不是想去人间吗？如今你已长大，我说去吧。烟鬼，还不束手就擒！听说长安有妖？长安盛世，怎么会有妖呢？人间必定会成为我妖族之地，天道无常，驱魔司在。